好，继续来看到瑞穗乡都市计划区内的瑞达路，不到3米宽，但是由于是通往193线玉里德五里的捷径，不仅车流量庞大，那么大小车辆在窄小的路面交汇，交通险象环生。瑞穗乡代会主席陈廖安对此特别提案争取拓宽，县政府也高度的重视，13号也陪同现场会勘。为了让社区道路交通更加顺畅且有效分流，提案争取的瑞穗乡代会主席陈廖安会同县政府建设处以及乡公所技师、乡代表林玉芬，先从瑞穗大桥衔接瑞美防汛道路口来会勘。要做了，好，我们再催，如果这里可以有定案，我们就再催一下。紧接着一行人也来到瑞美国小旁的瑞达路口会勘，讨论交换意见。出来了，看我这。你都叫设计公司做一个计划书，我当然。我没有范本，啊你。其实都是拢爱去规划。哦，你规划下去，才会有将来有做的希望嘛。对对。那你现在都不动的话，就没有希望。不论是衔接瑞美防汛道路，还是瑞达路拓宽，经费以及工程都亟待克服。但是乡代会主席陈廖安积极建议，县政府也初步同意先行规划。谢谢县长啊，非常重视。今天我们县府就派员来会勘，第一条就是瑞穗大桥的西侧设置引道接通瑞美堤防，这是第一条哈。这条如果能够设置起来以后，对于整个交通网的这个贡献会非常非常大。那另外这个是瑞达路，也应该列入优先考虑来拓宽。从这条瑞美国小这里开始拓宽，一直到富贵城富贵城那里出去如果能形成一个标准的大概12米或15米的交通大道，对于整个瑞乡的将来发展能够有非常大的贡献。主席陈廖安指出，不仅瑞美防汛道路的衔接，尤其瑞达路是避开市区道路通往193线到玉里镇德五里的捷径，车流量庞大，大小车辆交汇，交通险象环生，因此特别提案争取道路拓宽。今天县政府及乡公所也逐一陪同会勘后表示，将先行规划，持续推动争取。记者石玉兰瑞穗采访报道。